刚看完门诊啊，今天上午我看了6个门诊，我9点半做手术，利用手术前呢，能再看几个病人，结果呢，其实大部分的结节都是良性的，但是这良性的里面呀，其中有2个人进来以后跟我聊他的结节问题了，那么都在流眼泪，包括家属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其实这些结节我认为呢，每个人可能都有啊，尤其像这种微小的1-2毫米的，因为我们在呼吸空气里面有很多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粉尘啊，各种细菌啊，病毒啊都有，那么在这个时候肺里面一定会是有感染啊，有一些污染的，所以它不干净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发现一些微小结节根本就不需要着急，那么很多人焦虑紧张啊，有2个我看了6个病人，有2个流眼泪，有1个焦虑的瘦了20斤，所以这种情况呢，我觉得大家看到肺结节不要把结节和肺癌画上等号，好，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，听医生的话，定期复查。